变成空姐，我要穿的呢。哇！叮当当叮。然后旁边就是有自己的这个 park 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很多 parking， 所以想要在这边办活动哦都不是问题。我刚才是从 Santo Depot 来的，我就坐这个车来到了这里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个 Santo Pavilion， 还是很新啊这个地方。今天是15号，就是我们的 set up day 啦，很紧张，因为现在 set 的是我们 cat one 的 booth， 也就是我们 organizer 的 booth 这样子啦。等过后呢，陆陆续续的，就是会装台呀、啊，然后 game booth 啊，等等等，很压力，很紧张，可是很开心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哇，还有 D&D 做的这个 HoHo Land 的衣服，还有我们的 logo， 白色和黑色的 Sharing Booth，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就是好像来 market 的感觉。我们的 sitting area， 然后还有台，还有我们的 game booth， 会有三个游戏。看这一段，然后来啊，看他。喜欢给苏珍看到这一段，他在做工，你看到啊？有点紧张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出错啊。因为我对这首歌也是不是很熟，反正我也不会。所以呢，包出来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还有卖这个花，打开一下啊 ，so cute！ Welcome to Sis Booth。我们有包包、pouch、帽子、陶瓷杯，然后来自安波的这个蜡烛，超喜欢这个东西。欢迎来到我们的 Game Booth。
Starbucks 送我们的水。耶耶耶！现在我要去拍给我们的 crew， 辛苦他们了。每人都会每一天会有一杯来自 Starbucks 的 Java Chip， 耶 ！OK， 我现在做圣诞老人。哇！早安，今天是 HoHoLand 第二天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有一场 K-pop cover 比赛，然后我就是那个 judge。然后今天我们跳的是 G-IDLE 的 Nude。看看我这一身，大家有没有猜到，就是我跳哪个成员的舞蹈呢？嗯，很喜欢这个妆，刚刚化了，新鲜出炉。谢谢 XDina 的 team。然后现在就是要去巴扎那边给 VV 弄头发，是一个 like ribbon ribbon 哦，辫子，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头发啦。So， yeah， 很期待。And I'll see you there。哇，这是 K-pop 的奖品，有 VIC、DJI。谢谢 Krispy Kreme 送的这个 voucher， 就是你买了个 original glaze。BB， 今天我们来挑战新的发型，两个 ribbon 在我头上。哎，有一个还没有曝光的东西。那一个？那个一月的演出。那个是秘密。哎，有两个哎，其实有两个 MV 要跟大家分享。耶、yeah! ！我的头发好了，超漂亮的这个 ribbon。OK， 我们从冰城回来了 ，Back to Homeland。Hello， 米 ，Hello， 迪。这三天的 HoHoLand 呢，就这样
结束了，真的是很开心，真的是很谢谢你们来支持我们。然后再来呢，也要谢谢我们的这次活动的 sponsor First Class Malaysia， 还有三多，没有你们真的是这场活动应该是办不了。很开心啊，这次和这一班人，我妹妹、书生、常勇还有彤彤一起搞这个活动，第一次做这么大型的活动啊，大家的确就是很压力啊，可是大家都做得很好，棒棒的。还有我们的团队所有的幕后人员真的是辛苦大家了，真的是很不简单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Bazaar， 我们下一个 Bazaar 见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个 like 和 subscribe， 还想看什么视频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对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新年歌，还有下一场很大型的活动。So I won't ask for anything, no shiny toys or fancy things, 'cause I'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with you here next